好吧，行くぞ。旅长，你紫纹不错吧？跟着，你先不要跟我说话，诺亚的翻腾。诺亚，那，お前の頭どうなってんだよ？不是，你这是啥功法？电报。こいつはただの暗記じゃない。暗記。白龍水だ。捉龙嘴。何を感覚してる？五十一武者被一般人看到的能力，并非隐藏。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别名，剑仙。能跟我贾政与剑吃到现在？我也好久没有。难道我偷他们对手？好像你有啥手段对付？随分都有余的呢。六爷那个家伙一定能翻身走路，手穿上屁股翘上。如果张春兰只能喜欢，我就不想碰他。等上他，我赢不了了。但是不晓得这玩意儿有多恐怖。要我去官方他打架，我只要练好几年。せっかくいいところを見せようとしたのに、これじゃとんだ恥さらしだ。つまんない。もう飽きた。不打了。私の目的は。我只想要找张春兰，能让我苟且吗？だからもうやめて。当着天下副会长面子，一定要振作。ちゃんとお願いしてみろ。那会考虑。そうすれば頑張ったご。求求你了，放我苟且吗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刻まずくもんだろうが。学校了，跪着了。はい。我是让你跪下。不是让我跪下。お前がひざまずくんだよ。Okay.